了门，关了窗，熄了灯。听妈妈说你要回去了啊？是，我要回山上去了，杨木也在那边山上，他这里人比较感冒，放心，我不去看。那先吃饭吧，吃了饭等一下跟哥哥商量一下嘛。嗯，也行，哥哥回来没？他等一下就回来了，我们先进去吧，先进去吧。外面太热了。热了，完了。哦，这么快呀？啊，热弄这么多好吃的。哎，嫂子，哎，哥哥叫他们过来呀。好，他马上过来了。嗯，辛苦你了嘛。来吃吧，你坐，我来吃。来，都来吃饭，来，吃饭。外面，我听妈妈说你想回去了，怎么着？在这边待不习惯吗？还是怎么了？没事，不是，我就是要回去了。在这么多年了，没在一起去多待一段时间嘛？陪陪妈妈，你们好好唠唠嗑儿。听杨总说你在老家那个山里面过得也挺苦的，这么多年，然后在这边过来了，就陪妈妈好好聊一下。然后爸爸也要快出院了。对了，你成家没有？我们都还不知道嘞，所以要回去看看你家养父养母啊，我们都得回去看的。我之前成家了，但是这十年前就离了。没事，你们等你们忙完的时候再过来吧。要人家之前的时候啊，你妈也要当我把你养得起，这么多年你过得好不好？你还没跟我讲那些事。可能也还好，爸爸捡到我了。捡到我的时候，当时就是可能时间有点久了，然后冻得有点发紫了，然后带回去之后呢，那时候条件也很差，家里，然后就没有奶喝，然后到处他们觉得邻居的跟孩子大差不多的那种孩子里去这里蹭一顿那里蹭一顿。然后后面我妈妈就是身体也不好，后面就把她那个就是陪嫁那些首饰卖了之后呢，然后买了奶粉，慢慢的，然后我就能吃米糊了，慢慢的就长得可以吃饭了。你养父妈妈你们这30多年还是花了很多的钱，回了不少的精力，把你带成了人，你要对她好。现在我没花到我一分钱，我没有带过你啊，奶都没吃过我一口，你跟我买餐厅买吃的，我好对不起。哎呀，这是我应该的，妈妈都应该的，一样的。一样的，你给予了我生命，是一样的啊。小乐，妈妈好对不起你，太亏欠你了。没事，好了，妈妈你别哭了啊。因为我这次来了，我确实也之前也找了你们10几20年，现在终于有这个机会，我找到你们，我就想来看看你们长什么样，看看你们身体好不好。现在我也看到了。所以说我也要回去了，后面我再来看你们啊！你天天就在那身边，我就开心了。我怎么几十年都没看到你，哪个你现在对我那么把你照得起，你对我那么孝敬，你那么好了，妈妈啊，这是应该的。以后我们会常回来看你的啊。妹妹，你看看，找这么久了，咱爸妈年纪也大了。如果说你能不走的话，就在身边照顾一下。反正，你哥呢，现在呢，事业上面也有点小成就，然后呢，大家在一起也可以弥补你一下这么多年的亏欠。没事，哥，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我还是要回去。那也行吧，反正这养父养母养了这么久，就回去看看，回去看看也是，回去也是应该的。反正大家，你的妈妈就是我们的妈妈，我们有空了也一定会回去看她的。好的，哥，放我们吃饭吧。好，妈，我吃好了，这么多菜，我也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可口的菜，妈妈的味道。这样子，嫂子，还有二哥，我们车到了，我们就先走了，因为飞机怕晚点了。这么早等会儿吗？我先吃饭，吃的晚点了吗？妈，那我们先走了。妈。哥，等一下，
你拿那么多东西干嘛呀？你现在我们在看看，说能包出来的。怎么了？你们这手抖得这么粗吗？你没带什么东西？不用，你这么大东西不用带，二哥不用带，不用带。这，我们一份心意。不用带呀，带你们这么久。你们不用带这么东西了吗？妈妈跟你走啊！是我们也舍不得你走啊！妈妈跟你走啊！啊！我们给你和阿姨带了点东西，不是？阿姨，我们也带不走，带多了不用带东西、啊，不用带这么多东西啊！没关系，二哥，如果有车带去比较方便的话，买一点，拜托你了，水都不去，没有，辛苦你了。这样子，阿姨啊。丽佳还要回来的哈，你不要难过了啊。我后面回来看你们，麻烦你照顾好妹妹，照顾好妹妹，这边丽佳想怎么？行了，那就你们就回去吧，好吧，回去了，行，好妹妹，那你慢走。二哥，你把老妈带照顾好啊，好，啊，你自己路上小心一点。我真的要回去，妈妈，我现在就来看你。你是两次没在妈妈一定要在这都说下降了，如果你姐姐去再见你下堂，你要保护我哟。妈，快倒了，这人来干啥呀？我请你买那件衣服，男的不要。不要，你说冷不要，那个衣服放在前，哎、走嘛，不用不用，我多的是衣服啊。走啊走，阿姨，就一件衣服，买件衣服让丽佳穿一下，都去买两套衣服。走啊，今晚穿这个花一点的，还素一点的，半年级的穿这个。还有黑裤子哈，黑裤子有没有啊？这个，我把去试一下，妈妈去试一下，去。那我穿你的衣服。阿姨。你觉得穿在身上舒不舒服？舒服啊，舒服就好看。看看后面，转一下身，我看一下，转一下身。啊、哦，好看。快给妈试一下，我觉得这个好看。哎呀，这么大呀，去试一下嘛，这个真的很好看的。分着试一下嘛，娘娘。粉丝来讲，我觉得很成皮肤，那个颜色，可不讲，过来给你看，那个没关系，看，你这件不好看了，好不好看？你个人感觉穿身上舒不舒服？跟脸色差不多了，有点。那对，太粉了，对，太暗了。这个好看，试一下这个。没见过。待会儿你喜欢哪一件，我们全给你拿了，对，一天换一件。这个不错，天天我们穿新衣服，好不好？这个不用了，试一下。那他不，我跟你说，你要想开点，女他们要给你买，你就接受。我家里面的衣服很多，因为现在那个社会啊，不像以前了，好像要省吃俭用。所以说，能够他给你买，你就穿，不要拒绝。是真的。穿一下，试一下。哇，你看，你爸爸看，哎呀，好漂亮啊！穿的现在好年轻了，感觉才50出头哎，真的很漂亮，很有特色，很年轻，穿的真的很漂亮，很漂亮。那就这件，哎，很漂亮，把这件包起来吧。哎，很有特色，穿起这个裤子，很有很年轻，才50出头的人，真的不像70啊，真的看见不见？好漂亮，行，那就这一件，那就这一件，裤子跟衣服，你看帅了多少？哎，包一下，裤子也包起来。我也太缓了，就穿上嘛，穿上也行，穿上也。可以吗？好，对，好看，哎，喜庆，买过来，哎，你怎么能买单？我跟我妈妈买衣服了，这不一个道理吗？周阿姨，快点，真好看，开心吧？那我们再去逛逛。那个瑶，啊，要不你陪我妈先下去一下？干嘛？我去拿个东西。你什么东西掉了吗？没事，你先陪我妈妈下去一下吧。那我陪你去吧。我们在下面等你啊。行，那我陪你去。阿姨，你们先下去啊，嫂子。好，你们下去楼下等我陪你讲，我陪你讲。等我也行啊。好，是你干嘛要？没事啊。哎，老板。你好。那个有5个家的吗？哦，这个有5个家，但是你妈妈穿不了哦，她那么瘦。没事，你给我包一件5个家的。哦，那好吧。你这干嘛？买5个家干什么？没事啊。哦，那你包起来吧。好，我提下来。好，这个是一套的，要一套的。这个是一套5个家，好。走了。好，走了。好，走了，拜拜。慢点。好。我是给宝宝买2件，我第一次见他。哦，就是嫂子孩子啊。对。应该的。你在下面吗？宝宝，来起来，我给你买一
洗衣服去好不好？哦，都给我，哎，走了走了走了，我们买新衣服去啦。啊，两岁多很尴尬吧？穿婴儿的太小了，穿大人大一点的又太大了。我们那边他这么大很好选。很好选吗？我小从小我小宝都穿背背裤，背背裤都很漂亮的。再现在帅，他个背背裤多好看的。哦，这个啊，这好看啊。特别可以啊，就穿这件也挺好看的。现在有点热啊，穿长袖呀、啊，有点热啦。这种就是我觉得买大一点好，宽松一点。他明年还能穿是吧？好看吗？哇，宝贝，这个哎，抱、这个啊、不喜欢了。妈妈抱，妈妈抱，我给你挑好不好？妈妈抱，我觉得这个好看。宝贝，你觉得姑姑的眼光怎么样？这个好，这个也好，选一个宝宝。我看姑姑买哪一件，你说？哦，白色，白色已经白色，白色。码子就差不多，看一下多少码的。啊，行，还可以，我觉得。对，哎，三件都拿了。对，这个衬衫。三件都拿了，换着穿。三件拿了。对。包起来，包起来。哦。哎，这个应该能穿。这个好穿。可以，这个就拿了吧。这一件给它包起来。嗯。阿姨啊，多买两件衣服嘛。是不是？你也不多挑两件。嗯，都穿不了。你多两买两件，让丽江尽尽孝嘛。啊！我说你多买两件，让丽江尽尽孝，让丽江孝顺孝顺你。哦，孝顺我穿不完。穿不完啊？嗯。没事儿啊。呀，你大了，衣服多得很，他哥哥嫂嫂都买的多，穿不了。哦，行。接着上，这里吗？阿姨。哎。阿姨，今天开不开心呐？开心，开心。开心呐。哎，行，那行，我们现在顺着回家，好不好？可以，可以。来来来，上车，上车。好。哎，慢点啊，哎呀。